青芒果沙拉，你怎么没点这个呀？那你不是最爱吃芒果吗？快吃吧。谢谢，你的鼻子没事吧？没事，小问题。我是什么人啊？以后跟着我玩吧。嗯，快吃吧。神秘，你怎么了？喂，没什么，先吃饭吧。来，一会儿吃完饭陪我去个地方呗。兄弟，我带个朋友来看看你。绿川的加工厂呢？之前有一批原料在这儿出了很大的问题，给绿川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我父亲赶过来处理，我跟我妈妈就一起过来了。宝宝，爸爸出去办点事，晚上再回来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爸爸。在家要听妈妈的话，啊。再见，宝宝。拜拜。白天分开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等到晚上再见到爸爸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呼吸了。警察说他在工厂发生意外。红衣，红衣，你不能走啊！红衣，你饿不饿？嗯，你中国人？我是啊。那我分一半给你吧。谢谢。没事，快吃吧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卓，他也是一个中国人。五岁的时候，高卓的妈妈就出车祸去世了，他从小就在这里流浪。后来我也回不了家了，是高卓收留了我。